声调是什么？声调就是字音高低升降的变化。汉语有四个声调，第一声阴平声，第二声阳平声，第三声赏声，第四声去声，合起来就叫四声。平阳拐弯降啊啊啊啊，一声平啊，二声阳啊，三声拐弯啊，四声降啊，一声高高平又平啊啊啊，二声就像上山坡啊啊啊，三声下坡又上坡啊啊啊，四声就像下山坡啊啊啊，一声平鸡和鸭，二声羊狼和羊，三声拐弯狗和马，四声下降兔和象，啊啊啊啊，一声平啊，二声羊啊，三声拐弯啊，四声降啊，一声高高平又平啊啊啊，二声就像上山坡啊啊啊，三声下坡又上坡啊啊啊，四声就像下山坡啊啊啊，一声平鸡和鸭，二声羊狼和羊，三声拐弯狗和马，四声下降兔和象，啊啊啊啊，一声平二声羊，三声拐弯四声降，一声平二声羊，三声拐弯四声降，一声高高平又平，二声就像上山坡，三声下坡又上坡，四声就像下山坡，一声高高平又平，二声就像上山坡，三声下坡又上坡，四声就像下山坡，一声平鸡和鸭，二声羊鸭狼和羊，三声拐弯狗和马，四声下降兔和象，三声拐弯狗和马，四声下降兔和象。这二十多年来，我们创作制作了许多陪伴孩子长大的经典学习专辑，如今在 YouTube 频道一一排队上架，欢迎你来支持及鼓励，签购成为372温暖粉丝。